这么严重呀？那没事，咱不行就剖呗。顺产也难受啊。结论们，怀小老二已经35周加，马上9个月了。今天要去做生娃前的最后一次大检查了，这是上次给开的检查单，这么多。我看你整个孕期也没咋胖啊，脸还这么小一点。但是我肚子真的很大了，就逢人见了我都，哎，你这都过预产期了吧？咋还不生？你咋这么？我今天有事呢，宝宝，你跟姥姥待着啊，快点快点招你来，问臭姥姥咋还没来。宝宝，这咋越往后产检越紧张了？有种大考前的冲刺。我之前糖耐不合格，然后每次 B 超胎儿都偏大一周，还怕他胎位不正。然后之前 SD 值还高，哎呀，反正越想越焦虑，咋整？放轻松，猫哥又没找到停车位，我先进去排队吧。先去把彩超排上。我刚前算了一下，我今天得空腹抽5管血，儿科还有个心电图。每次路过儿科，儿科人是最多的。彩超报告也出来了，又来看我大闺女了。5斤1两了，抱着亲吧。还有部分结果下午出来，我们俩下午还得来。现在我妈一个人带着喵呢，咱俩先回去给喵买点菜啥的吧。妹妹，你跟姥姥在这干啥呢？买衣服。哎呀，好哥哥呀，赶紧吃两口饭，我们下午还得去。这养个娃真不容易哈。上午听话不听话？大喵说了，你不是臭姥姥，你是姥姥。我说谁说我是臭姥姥？他说妈妈说你是臭姥姥。你是不是说妈妈坏话了？说了呗。说了没？我感觉我这二胎已经算养得很佛系了。那会儿大喵快出生，给他洗衣服，阳台上整整得晾了有3排吧。差多了，10排也有。再看看二喵的，就这么稀稀拉拉几件，粉色的还都是你买的，有点少呀，他爹。要不再买点啊？有点啊啊。玩去哪玩呀？找豆豆玩。找鸡鸡玩。鸡鸡又是哪个小姑娘呀？前两天带她去后公园，看到了小公鸡，然后给喂吃的呢，记忆犹新。没有东西呀、啊？你一会儿爸爸给你买点东西喂鸡鸡好不好？这都是那大苗了呀，那二苗吃啥呀？先顾着烟圈了吧。我听有妹妹鸡皮。我们中午吃凉皮，我已经馋这口好久了。哎，你给你加个鸡翅，是跟那二苗加的吧？喵睡着了，我俩又来取结果了，希望一切顺利。完了，我这随便看几眼，这好几个指标不是很高就是很低呀、啊。你快进去问问呗。咦，咋回事呀？啊？为啥？医生说我大概率顺产不了。啊？我现在还没足月呢，孩子都5斤1两了，他有点大，然后应该是顺不了，估计还是个剖。我一想到我3年剖俩，我就觉得我好委屈呀、啊、我。然后最近控糖控的也不好，反正挨骂了嘛，就说再不行一周后来复查，不行就得扣下住院了。这么严重呀？那没事，咱不行就剖呗。顺产也难受啊。不行就剖呗呀，你就放心，这是最后一胎了，剖完我就去结扎。你要不结扎你是啥？我说了就去。